MC 开箱专场，一背包27个剑的行李箱能开出多少把无尽之刃？二楼你准备好了吗？借我100年单身，咱们走着瞧。那么需要27个钥匙，我们现在只需要把铁钥匙拿出来，一组足够了。开始第一个箱子，无尽剑只属于蓝色物质啊，这种蓝色物质还是相当好开的，很好，第一个没中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下一个，这里面甚至还有创世之刃啊！恭喜我们，第一把无尽寰宇支配之剑这就出来了。哎，我怎么感觉我背包里没有这把剑？难道是我出现幻觉了？哇，中大奖了！看来有可能出紫色的剑。这寰宇支配之剑是掉地上了，对吧？很好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开出来的啊，只是刚才掉地上了。一背包的箱子能开出多少把无尽之剑呢？就差一格。我的天，那么多无尽之剑与我擦肩而过吗？这也太难受了，再来一把。因为大家评论区说啊，幸运箱评论了，想给咱们来一场幸运箱的专场，那我也是直接满足大家。这些箱子肯定不是我等的啊，等的话估计得挂机好几天。27个箱子，而且全是剑，我直接就开创造给大家拿了27个箱子啊，因为纯挂机感觉真的是意义不大啊，意义不大，我也就直接开创造给大家拿了，希望大家不要嫌弃哈，希望大家不要嫌弃。然后这两天也是挺累的，所以没敢熬夜哐哐挂机啊。有人说你把这个啥来着，电脑开着机在这放着不就行了吗？也不用人在这儿，兄弟，片面了啊，片面了。咱们如果开机在这放着，它顶多一背包满了掉地上，掉地上就会被自动清除。第二把，两把了，朋友们啊，两把，这块一把，然后这一把，一共是两把啊。27个箱子只能开两把，太少了。再开，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，漂亮，三把。现在评论区里可以打出你猜一下啊，还视频还没结束，这27个能开出几把？我猜一个数，兄弟们，应该是六把。哎，因为六是个吉利的数字，真版神之刃，就差一点开出真版神之刃。这个，真版神之刃，我跟你们讲，只有找村民才能换得到，也是这里边非常强大的一种神器。我们也是想得到的啊，想得到的。又差两根无尽剑，天哪！难道真的连六把都没有吗？又给黄金剑了。哦，对了，有人可能会纳闷了，今天为什么更新这么晚啊？因为任性了一下，今天就想好好恢复一下，因为每个星期都得有一天就是让自己啊放松一点，不然这个创作是没有灵感啊，没有力气的，精气神恢复不过来，那视频质量就会下降。这个嘛，说大家能明白吗？就是能理解哈，应该能理解。我感觉大家都是通情达理的人。我们有句古话叫做通情达理啊，就是给别人一点宽容，自己也能够开心。谢谢大家的理解啊，谢谢。第四把，哦，真的开到了四把了。我的天，难道27个真的能开到六把吗？那这中奖率还是挺高的。五把了，朋友们。六把，哎呦呀，你跑那么远干什么噻？只剩几个箱子了。只剩几个箱子了，我六把，我猜的对不对呀？没猜对的小伙伴们啊，你们最后可以再发个表情包，让我看看你们的表情。哎，对了，这期视频也可以作为一个测试视频啊，你给你的小伙伴看了以后，你就问他我开了几把，他如果最后说的不是咱们最后开出来的这个数量的话，说明他平时根本没有好好看你给他分享的视频，知道吧？这个哎，可以测试一把，反正咱们这期视频也是个娱乐视频嘛。呀，就差一点我就第六把完了，看来咱们这呀怎么还混进来一个普通的熊甲箱呢？这破烂箱子也配你再占我一个中奖率？好家伙，只剩两个剑箱了，好像无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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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。太溜了，六把，兄弟们。不过还有一个最后影响我们最终结局的一个箱子，它会是，请叫我，这叫什么呢？预言家，兄弟们，预言家，果真是六把，我没猜错，无尽剑拿下，
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视频，关注叶枫这个小作者，不然下次就刷不到了。今天更新的集数可能会比较少，不过希望大家能够理解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明天就多更咯。